那我要尿你车里怎么办？尿我车里一切可以尿。你这什么态度？就这态度，等下给你差评了。差评就差评了，我跑十多个平台，我差你这一个差评吗？不行，我尿尿，我憋不住了。憋不住了，跟我没关系，别给我说。师傅，你快点停一停，我尿尿。路边停车，你尿不尿？路边停车，你不能给我送个公共厕所吗？没有公共厕所。你是女的耶。没有公共厕所，你这本来就是特惠订单一口价，我只能按照导航走。一口价怎么了？我给你加钱。加多少钱啊？加多少钱？师傅，你歇着了啊，谈到钱你就可以。哎，都是出来谋生的嘛，都不容易。你加两块。两块钱，你尿裤兜里吧。尿裤兜没有问题，关键你是要我尿你车里，你要我加一千，那就不行。嗯，尿我车里了，当然要加一千了。师傅真的过分。嗯，能坐就坐，不能坐就下车。哎，人家都是生活在世上，你为什么？我都说了没有公共厕所，没有公共厕所的。我停路边，你又不尿。我停路边，你尿不尿？你有，你骗我。你看这路边。我找个。哪有厕所啊？那个啥地方我尿。哪有厕所吗？你跟我说。我要尿，我就要尿尿，我憋不住了。憋不住了，我真没办法。那我就停在这儿，你下吧，行不行？你下去尿吧。行，我尿尿，我不管，我不管。你就搁这个小树下边尿，就搁这个小树下边吧。这个人真的不解风情，不通情达理，就搁这个小树下边。你搁这个小树下边。是人，是人的话，你就得让。请注意你的言辞啊！我注意什么言辞？能坐不？能，我凭什么不能坐？你要是尿急，你就现在就是去那个小树下边。不行，这边车来车往的，我又不是傻子，你把我弄傻了。那还是能憋住吗？我憋不住。那憋不住就是。那我就不付钱，大不了报警嘛。那你尿吧。你尿完了你就看我这车全程录音录像，你随便。哼，师傅你真的是过分。嗯，这不还是能忍住吗？我祝你这辈子都发不了财。嗯，我谢谢你。你谢我。能憋住就闭嘴吧。那你开快一点行吧。红灯啊。红灯。红灯怎么了？红灯可以等一下。你开快一点行不行，师傅求你了。做个人吧，这限速40、60，我也不能超速行驶。那你到测速的地方慢一点不就好了吗？嗯，那不行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师傅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故意的为难别人。来跟他差评。差评。差评。肯定100%差评。好，你讲吗？我讲。差评好。差评。那你既然这么说了，咱就慢慢开。还有6分钟的路程，我就给你开20分钟。哎，咱这个红灯绿灯马上就变。你怎么可以说出这么多胡乱？